寻找小龙虾。还有一只小龙虾去哪儿了？哎呦，如果找不到那只小龙虾，天哪！不能冲动吧，快跑！只要有一只小龙虾失踪，就有无数种被埋伏的可能。一只大龙虾可能会剩下很多很多。用大大的钳子在家里抓呀抓呀抓，绝对不能让这些事情发生。妹妹，我们搞出点动静，把小龙虾吓出来。动静越大，小龙虾越怕。赶快赶我到处看，小龙虾在我眼前转，这样只会把小龙虾吓得不敢出来。我有办法，要想龙虾出来早，饵料一定要放好。我把我的零食都给你吃，小龙虾你快出来吧。铃铛一响，龙虾登场。叮铃铃，这么快。我爱扫地卫生，好好哦哦哦哦，这不是给你吃的。我找到了，快快快，放到盆里去。我看在上面的盆呢。